谢谢老师的分享。其实我接触过直销，接触直销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就告诉我，不管您今天做任何一家直销公司，做直销首先要具备9个方面。首先，这家公司是要合法的，因为不合法的它做不大，不赚钱，不是长长久久的。第二个就是实力，有实力的才可以请到人才。还有就是产品，产品因为产品是直销的灵魂嘛。然后就是第四就是制度，富不富看制度，是不是？第五就是所谓的领航人，就是企业的老总的思维，老板的心态。假如说一个老板他没有格局，那为什么要去追随他呢？还有系统，没有系统根本做不大，因为每个直销人，每家直销公司都会有系统，还有时机啊，文化和这9点，不知道你们公司全部齐全吗？你们公司不知道这9点有没有全部齐全？OK，好，张大哥，不好意思，刚才一时忙啊，没有留意到你的内容。那我刚刚听了一遍，好，第一个合法的问题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啊，这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如果我们等到公司一切直销牌照通通领到了，我们再来做，就好像大陆的三生，好，它是不是都有直销牌照？但问题市场大吗？好，告诉10个人，大概有7、8个人都知道了。那我要投入它做什么呢？好，投入它呢，我们当然都知道要赚钱。那如果我使一分力，只能赚半分钱，好，还是我使一分力能赚10分钱？好，就是你刚刚后面还有提到的制度嘛，对不对？能不能致富的一个问题。市场大不大，也考量你能不能致富嘛，对不对？啊，那再来，你有提到说公司的实力嘛？啊，实力强才能够招揽人才啊，确实没有错，它可以招揽到公司内部的好的人才，还有呢，能不能招揽到外部这些直销商？直销商的质量好不好？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因素。好，那公司的实力强不强？2014年在新加坡成立，我想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好，它比任何国家应该都还来得严谨，审核公司的各方面都还来得严谨，税金也很高，哈，那个光是一个法治啊，光你可能嚼个口香糖吐一下痰，大概就要鞭刑了，哈，这个应该大家有所耳闻，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客观的判断，它能够在新加坡成立公司，我相信这不是便宜行事，哈，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接着呢，2015年来到马来西亚，还有呢，今年在我们台湾都已经正式成立分公司咯，而且政府都发牌照下来哦。所以各啊、所以呢，这个张大哥跟您报告一下，我们看这家公司的严格了哈，就是从它的起步，然后它的历程，它在哪一些国家落地？那我想呢，比照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迟早都是可以领得到牌照的？那这个就是实力呀、啊。那么甚至还没有领到牌照之前呢，都已经把金流、物流全部都架构好了。那这是不是实力呢？7号、21号直接入人民币，甚至呢汇率是美金比人民币1:7哦，银行呢是1:6.3哦，但是这家公司直接给1:1.7啊，1:7直接入到大家的这个银行账户直接领取的都是人民币。那金流如果不顺畅，那就不用讲后面的了，因为直销商为的是赚钱。如果我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拿不到钱，那就一切白说。可是，在没有领到直销牌照之前，却可以把这个金流做得这么的顺畅。好，物流呢，7到10个工作天，全部通通都可以送得到，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实力的展现？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哈，我发了几张简图，还有我们的简报给大家跟您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分子态呢，目前啊也是经过啊很多的诺贝尔学者哦哈，他们发表的论述，态对人体健康的一个贡献。
好，那这个产品呢，我相信是几乎就是男女老少哈，这个年纪轻年纪大通通都可以食用的。那它只要兑水就可以饮用，方便快速修复细胞。最主要它的功效真的很好，那这个呢也是美容的圣品啊哈，很多人都是趋之若鹜的。那甚至呢兑水喝，或者是外敷，或者是受伤可以直接喷洒在伤口上，那它的功效都非常的好。好，那很多呢慢性病，像我自己家人哦，这个应该分享我自己就好了啦哈。外面我们的伙伴例子太多太多了，那我个人呢，当然我家人有这个高血压好的一个病史，那目前呢饮用这个一个多月来啊，一天两包的小分子肽，效果非常的好。好，他当然都有在跟医生接触，那所以每个月他还每三个月他都会回去回诊。好，那用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刚好他回诊的时候了，结果医师一看他的记录，他说怎么差这么多？哈，以前呢会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现在呢都很平稳。好，所以他现在持续每天两包一直在饮用，效果很不错啊。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苹果干细胞，好，我称它也是超有感的商品，因为这个呢我个人最有感觉。好，我们女孩子呢比较会有这个宿便的问题，好，或者是便秘的问题。那之前呢不管是多喝水啦，运动啦，好，还是什么多吃水果啦，其实我都做过了，但是呢效果不会太好，通常呢要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后来呢用了这个，我也是用了一个月之后，好，我发现呢这个排便呢非常的顺畅，大概饮用过后四到六个小时都会有感。好，那排毒排除到我们底，把体内的毒素排掉，你会发现呢皮肤也变好了。好，这个算是一个体内的清道夫，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光是这个苹果干细胞呢，它就荣获了欧洲啊化妆品保养品的一个发明大奖。好，因为呢它从体内去改善你自己的一个皮肤，因为它本身呢是一个苹果树，好，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个高山上面的一个苹果树所采集下来的这个苹果干细胞。好，那所以它的效果呢其实真的非常好，这个用过的人大概都口耳相传，好，可以用口碑啊打天下。好，这个就是您说的啊，产品是一家公司的灵魂，也确实是一个灵魂。好，所以这两样商品呢确实是我们公司非常强悍的一个灵魂。好，那么制度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在我们台湾呢经营几个月啊都能够日入过万，好，日哦，哎，过万哦，日入过万，在大陆呢大约就是2000块人民币。好，2000块人民币一天，那30天呢，好，那就有6万哦。好，所以这个呢不是我算出来，而是已经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我们台湾呢不过大概经营一年，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会议上的主持人每一个都是日入过万的，好，月入都是50万以上，这个比比皆是。好，那再说我们全网营销，我们呢在短短八天创造了21万人民币的收入，不是对外的营业额，而是我们的收入哦。好，收入21万，几天？8天。如果制度不好，能够创造这样的佳绩吗？不可能。好，从制度面我们讲结果来让张大哥了解。好，当然制度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好，那这个待会我会发视频给您再去深入的看一下听一下研究一下。那还有啦，系统啊等等的，那这个呢我也要跟张大哥分享。全网营销是6月4号加入的，好，也不过还不到三个月前，对不对？2个多月前加入的。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创造这样的佳绩？那就是因为有系统。全网营销呢不是2年前第一个加入马就的，全网营销呢不过是2个多月前才刚加入的，所以在我们之前呢有很多的前辈。可是呢我们为什么是创下2年来唯一一个8天能够拿到100万台币的收入的人呢？好，那是因为我们有系统，我们的系统就叫做全网营销。好，我不晓得您对全网营销有没有深入的了解，有没有注册进去看一下。全网营销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呢不是一个教学平台，我们呢是一个实作平台，是大家想要的网络营销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我创立的，那在早先呢我自己摸索学习网络营销，之后也花了100万到处呢找老师学习，后来呢开始收学生，那很多的学生呢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发现到一些状况，很多人花了钱不见得学得到，
不见得学得来，因为很多非他专业的东西太广泛了。好，光是呢我教他写文案，写文案还可以啦哈，但是要他收集名单，收集名单后面必须要有数据库的系统，但是他们不会做。需要开始学系统就要学域名，什么是主机，什么是域名都不会。那这个呢学到来天荒地老，白花了这些钱去学自己非专业的东西。说实在的，花钱是为了赚钱，问题是呢还没花完钱呢都已经花光了，而还没有为自己赚到钱啊。因为这样子太多学员这样子，所以呢我发现不能再这样教下去，所以呢把这些非专业的东西我干脆啊请工程师写成一套系统，就是我现在的全网营销系统。系统写好了，很多呢困难的非专业你通通都不要学了，就算最简单的写文案你也不用写了，我帮你写好。你推广的时候要不要录制视频，我帮你录好了。那你要不要有销售页、采集页，通通我都帮你做好。好，那还有包括里面的美图、美工，好，所有软文我通通都帮你准备好。别人一注册就立即跑到你的名单库里面，你就可以找得到他，他也可以找得到你。这些系统我通通都帮你做好，这个就是我的全网营销系统。那我帮你做好了，我也带着你了，我也告诉你下一步做什么了，文案该贴到哪里去我也告诉你了，文案还是经过设计的，当别人回复你之后你下一步骤要做什么，再下一个步骤又要做什么，我通通都演你好了。因为这是我十年来的实战经验，我全部放在这个系统里面。那你觉得这样的系统有没有办法引导你很快速的，甚至不只是你，还是你的还有你的伙伴，通通都可以在网络上面独立的开发了很多的陌生市场。在我们团队还有每周246的新人起步的课程，所有的课程都是针对很多人不会的网络营销，从最基本的加粉、引粉、爆粉、加群、换群，然后呢你的文案到哪里去 po， 那回头你又该怎么样去沟通教育等等的，我们都有一批的教练随时在协助大家。这个就是系统，是有系统化的经营，是教会不是一个人，而是教会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我们都靠系统来成交，靠系统来做教育，靠系统来帮你带团队，这就是我们的强势。所以我能够在八天创下21万人民币的收入，就是靠系统而来的啊！我相信现在市面上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我们这个全网营销系统是独一无二，而且是最强悍的。好，有了这个系统，我可以告诉那个张大哥，系统不是马厩公司的，系统是我的，系统是我们全网营销团队每一个人的。我们的系统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更不属于马厩这家公司，因为我的系统我要做到的是让我的伙伴都有生存的本能。今天他不只是有马厩，马厩呢只是我嫁接进来，要带着大家实际操演什么叫网络营销，如何在网络上面赚钱。好，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我能够坐在台湾打开电脑，我拿美国的产品卖给美国人，半年半个月的时间，15天的时间，我可以创下4万人民币的收入，4万美金的收入，相当150万台币的收入，短短15天。所以要能够月入百万，对我来讲不是困难，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难题。尤其我的特色是完全在电脑上面进行，好，完全足不出户就可以办得到。那这些东西要教会每一个人，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我才会嫁接马厩这个项目进来。你只要在这上面跟着我操作，你就 run 过一遍什么叫网络营销了。当你学会这个，这个叫做生存的本能。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商品，如果你今天操作的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项目等等的，都无所谓，你绝对可以从零打到有，这个就是生存的本能。所以我要教会我所有的会员学会这个东西，只要愿意跟，只要愿意实际操作，好，那要学会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参与我全网营销呢，可能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附加价值。好，事实上很多人以为，哦，我们主力就在马厩，我们就是在经营马厩，事实上我的主力是在教会大家生存实战的本能。好，马厩呢只是我嫁接进来的一个项目，因为必须由我跟你做同样的项目，我才能帮你写文案，我才能帮你做视频，我才能帮你做销售业，我才能帮你设计美工等等的这些手续，我全部帮你做好，然后你只要跟着复制照做，所有的精力就放在行销两个字就好了。那你想这样子谁不会了？
好，是不是可以一下子就带会很多人？这就是刚才张大哥你提到的系统很重要。好，我们有这样的理念，对，系统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一年前就创设了全网营销，不是今年6月4号才创立咯。好，给你分享一下，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啊。那我把这个马厩有关的这个制度呢，我再发一遍给您参考一下。就是说呢，刚才您有提到啊，老板啦、公司的实力啦等等的哈，那我也要分享一点点。其实这一部分呢，我认为哈，都不是我们直销商能够掌控的风险。好，我看过太多的案例，哎，公司老板呢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个理念特色啊，这个讲的是非常的头头是道啊，让你觉得远景很大，愿景很大。好，那这个公司那个老板呢，绝对是展现实力，展现他的诚意给每一个人看得到，绝对是把公司的愿景画得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呢，您真的相信吗？好，是不是也有很多三证都具备了，哈，这个公司执照什么通通都具备了，但是也经营不过3年5年就不见了。好，好一点的7年8年，好，那如果超过10年以上的呢，大概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其实市场上的直销商比比皆是了，你再去开发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进展跟收获了。大概就是啊，进到这家公司呢啊，接受他的组织教育，好，接受他的训练，好，这个上上课可能对我们最大的收获，但是要在市场上去拓展呢，其实已经是有相当大的难度了，也就是说市场饱和了。那回头呢，可以提跟大哥分享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风险的问题啊。什么叫风险？风险就是啊，我能够掌控的，我可以避开的。好，那如果呢是风险是掌控在老板手上了，老板说我不会倒，我绝对不会倒。好，那在我而言，那叫做听听就好。因为呢，他会不会倒，也许呢，明天他其他的企业产生问题了，这个企业会不会接连受影响？肯定会的。所以他今天说的话，不代表明天也会实现。我把这个比喻叫做风险掌控在别人的手上。所以当我决定要加入某一家公司的时候，我的风险一定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那就是快速回本。好，那马厩这家公司呢，符合快速回本，只要直推2位立即回本，这个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我只把风险掌控在我手上，那叫做我能掌控的，我才能够预知我的未来。所以我加入的时候一定要用最快最快速的时间点，第一个回本，第二个赚钱，后面你赚多赚少都是赚，你只要先回本。那我也是告诉我的伙伴，快速回本，快速回本，你只有这个才叫做你能够掌控你的风险。别人说什么那都是别人的，他明天变化了，他明天这个心意改变了，你都爱莫能助。所以参考公司或者是参考公司的领导人呢其实我比较偏向我问我自己，好，我能不能够快速掌控这个风险而已。好，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市场上太多这样子让你无法预知的这些公司，所以呢我才创设了全网营销。这就是回归我刚刚所说的生存的本能，这家公司怎么样了，你有没有从头再起的能力，你有没有从零达到有的实力，甚至你自有商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它卖出去，卖到全世界去，这就是你的生存本能。所以我的全网营销唯一的宗旨是教会你生存，所以我做的都是实作，我的系统只有实作，没有理论。今天不管操作马厩或者是操作另外一家，一样只有实作，没有理论，只有帮大家赚钱，只有帮大家学会生存的本能啊。好啦，我也啰嗦了很多哈。那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是我在微信录制的上课的时候伙伴把它录制下来的视频，那提供给张大哥做进一步的了解。对，我们做到的几乎就是复制贴上就可以了。好，所以文案啦、或者是美工啦、视频啦，甚至销售业让别人来注册啊，这些我们通通都做好了。有些东西确实是要写程式的，好，那这些我们都做好了。还有参与每周246的课程，这个也很重要。没错啊，那我能掌控的就是我的系统，我不能去掌控到这些直销公司的老板，因为我不是老板。好，所以呢他说他的，我呢做我的，我呢就是要把我的系统做到强，做到大，做到让大家都有办法在网络上面营销。这个字啊，有的可能会错了，还是用语音的方式在讲的。就是以前做三生的时候，他们也很多，这几大特点和亮点，什么先运作不必投资零风险，
就跟你们这个系统也有一个注册，但你们这个系统注册有两个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今天想去注册的没看懂，然后说让您先赚钱再加盟，那所谓的逆行营销、批发式直销等等，什么小鸡抓老鹰啊，老师的系统，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那感觉也非常好。那所谓的软件啊，软件我相信在互联网上做项目的人大家都会有软件，就是碰到年纪大的就当地人呢、市面上当然也有很多的系统，那别人如何宣传他的我倒是不清楚，但是呢我只知道我的就是落实实战经验，好，落实手把手带大家都要会网络操作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在乎的就是这个环节，好，而不是呢送送软件就结束了。那么您站在门外看到的就是门外的东西，好，实际的整个营销流程呢，那个都是我们经过设计的，那这个当然只有到门内才能够体会得到。学了课程当然赚不到钱，这就是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很多的学员是花了钱学习却没有办法去赚钱，所以我才创立了全网营销。我要教的不是大家在下面听课，或者是我录制视频你用听的，那都没有用，一定要直接操作直接赚钱，那才叫做真金实战。没错啊，就是要不断的发展壮大团队，但是很多人的经验是还没有发展壮大自己都先阵亡了。